你不怕我给你电话的话会造成你的困扰吗？我在等你电话。你看他都伤成这样了，不信送回办公室吧。你不会出卖我妈的，因为我相信我妈咪不是他们想那种坏人。林曼的女儿，我第一次遇到她，是不是也是很生气的？林曼的女儿不能来我这里，你没有选择，你只能接受她。